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强。12月4日讯，今天 CBA 常规赛天津主场迎战青岛的比赛已经结束。全场战罢，天津以105-113不敌青岛。本场比赛，天津林庭谦出战45分钟，14投10中，其中三分球7投5中，罚球5投3中，得到28分、3篮板、6助攻、3抢断、2封盖。本场的28分、6助攻、2盖帽均创下了个人赛季新高，此前的记录分别为21分、2020年10月21日对阵江苏大胜和5助攻、202，零年10月21日对阵江苏大胜和1盖帽，2020年11月2日对阵新疆飞虎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老板。